游轮游戏竟让老外屁股开花。那瑞佳敏什么感觉？疼死我了，真的！我早知道，我真的可以穿两条内裤。快一点！你们自己说吧，每个人可以选一个人做一个什么动作。我特别快意进入代表瑞佳敏，你想让他做什么？就是来一点儿。三二一，稍微抖一抖。Oh my god！ 这个是真的，这个演不出来。左右，你能不能把你的手放你屁股下，坐下来？哇塞！啊！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好，我看到他的眼睛已经红了。宋伯宁，你选一个人。龚碧阳，干嘛？你站起来跳一下，这样子。那个不能做，那不可能。我给你提供一个方案吧。龚碧阳，抬一只腿起来。啊？抬一只腿。抬到趴在桌上。对对对，你们疯了。天哪！好享受，好享受，好，可以了。我们接下来让我指定钱多多。把两只腿抬起来，两只啊 ！You can， 他手能撑着吗？哇哇塞！哇！双手举起来，要吧？两只抬下来啦！好好好，可以放下来。来，各位，接下来给你们五秒钟时间，在题板上写上你们觉得谁没有榴莲？没有榴莲吗？谁没有？对，谁没有？三，谁没有？二。一，请亮牌。请亮牌，话不别吵。一个，就一个没有。OK。首先，卷福选择的是悠悠。悠悠。来，接下来请悠悠。啊！怎么了？会长，请悠悠把自己底下垫的东西拿出来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他肯定做了。接下来，浩波波选择的是碎了朵。宋波你也选择的是洋洋。对。小龙选择的是他选择的一日代表瑞佳明，小伙子，还想来我们节目吗？娘啊，太爽了，爽呆了，酷毙了！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看看。Oh my god！ 不会是左右吧？我觉得是田园后呀。哇！你们绝对没有想到，他其实非常厉害，因为他做了这么久，这个榴莲一点变化都没有。哇塞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人家臀部肌肉发达，比较有弹性。来。哇哦！接下来就在田园号跟左右之间了哈，先揭晓田园号吧。啊，左右你演的太好了。哈哈哈！没反应。哇，是左右吗？难道？对，特别舒服的这种。请田园号展示一下自己屁股下面的东西。哇哦！妈呀！哇！